说了行不？别生气了。妈，你说，我不管一天都没吃饭。我自己去了啊。你再去。我走了啊，去不去？我不去。我真走了啊。我真走了啊，你一个人在家可别害怕啊。不是。是不是你认为我对你太好了？是不是你认为我肯定不敢把你一个人扔在家啊？我真走了啊。你能不能先把裤子穿上再说？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今天有个人来画廊看了你的画。是吗？那他对我的画感兴趣吗？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那个人询问了你的画，并且他关心你死后这个画是不是会增值。你怎么说的呀？我当然告诉他一定会增值的，并且之后他还买走了你十幅画。是吗？欢迎你呢。那个人是你的医生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